碎石一，今天带大家来到了英雄联盟的场馆，七周年场馆。啊，我现在很激动，很兴奋，我怕我的没办法做到表情完美，就是笑容充满了。然后今天呢，主要就是带大家参观一下这里，然后让大家也可以多多来了解一下七周年到他们这个地方。前的建设是什么样的呀之类的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场馆外面，然后外场，刚刚我在那边玻璃上，就玻璃那边就有看到外面有很多的人，因为今天是 RNG 跟 IG 的决赛，所以说可以说是一票难求，就是真的很火爆，8000多人的场馆会坐满。哇，其实真的很期待我喜欢的歌Legends Never Die， 因为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首歌，我觉得每次听这首歌我就觉得特别热血，我就觉得我要去打仗了，很激动很开心，怎么办，我收不住表情。然后这个场馆真的特别大，刚刚坐车过来的时候虽然说一路都在睡觉，但是要到了过后，我当时有就睁开眼睛看了一下，就是那个场馆非常非常的大，这个场馆包括我们刚刚所在的休息室也是很大很大，所以说我觉得这边还有个体育场，哎，好棒啊。我们现在是在应该是在场馆的外围，然后这边的话是没有什么人的，开心激动。今天 RNG 跟 IG 比赛也算是因为上次其实有看过英雄联盟的比赛，但是因为怎么说，当时第一场比赛错过了半场，第二场比赛是在他们是在复赛场，所以说就看不到大屏幕影射，所以说真正正式的这次来看 BO5 的一个比赛的话，我整个人还是挺紧张兴奋的，而且就是目前可以说是很强的两组战队 PK， 就是很开心，希望他们能获得一个好成绩吧，不管哪个队获得好成绩我们都祝福，是吧。哇，这话好棒哦，因为热爱所以联盟。好的，我觉得我决定今天就把这句话发我微博。现在上路，你在说什么？入口了吗？不应该啊，我们还在外场。哦，我们现在看到，现在到达了，就是应该是入口七周年周年庆典的入口。激动兴奋，哇，第一次来到这种场景就很开心。对，这有好多就是同样都是带着想来看比赛心情，然后有来看这个比赛，哇，啊，好激动好兴奋，就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感觉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感觉大家都是不管是说看英雄联盟比赛电竞比赛也好，看足球比赛也好，我相信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就心里面会有一腔热血，这就是对，我现在心跳有点快。看，啊，好开心啊，我现在要去看应援的地方，他们每个战队都有他们应援的应该算是那种摊位，对，想去就是现在去看一下，现在有很多粉丝已经进场了，我带头上带 UZI RNG Amy 还有 IG Timo 帽子，我一会儿也想去买个 Timo 帽子，我也要去买个 Timo，
么必胜？必胜？没听清是什么？必胜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们现在要到摊位了，应该是战队应援，就是应该是可以在那边买很多，就是给自己喜欢的战队应援的东西。对，我想再去看。不好意思，这边走，这边走，这边走，不好意思。你要记得那个，不好意思，这边走。IG 吧，应该。哎，感觉也不像单位。IG 吧，进去 IG。啊，那挂着有横幅，哎 ，IG 真是太好了。来 ，IG。发完了。发完了。没了。我来晚了一步。没事，就是合影留念。虽然空了，就是说明今天人真的很多。就是因为像这种，我觉得比赛应援的话，应该会准备很多的东西。但是其实我们应该算是来的比较早的，因为现在还没有，就是入场才刚刚开始，但是现在应援都已经没了。你让他带走，就是能拿吗？这能拿吗？这是 RNG 的一员，对，好。哎，走了，海报你过来，是吧？啊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是谁的，我从桌子上捡了一个，可惜 IG 的没了，但是现在就拿着 RNG 的闪现都可以了。我这儿拿到了一份 RNG 的应援，然后这上面是他们的口号，能把团队联系，然后再多拿一张。哎，可是应该也没了。这个旗子弄回去，不能乱拿，不能乱拿。啊，坏了！让我把修好。谢谢，可厉害了！谢谢。哇，还有这个米老鼠，快带着去。但是哎呦，你相对来说加很多人，这能亮吗？可以。但在这个地方亮不了，太。耶，那它坏了，拿了进去了，坏了。我这怎么拿个袋子？拿个袋子，袋子是坏了，然后拿个夹子，夹子是坏了。可以带上呀。我是想带的，它坏了，我就只能挥小旗子。不好意思。我现在是来为两个队加油的，不能只为一个队加油。但可惜，我就只有一个旗子，就假装给我 P 一个，这儿有一个埃及的旗子。这边。哇，现在真的好多人啊！我觉得。这个规模就像一场演唱会。7周年，加油！英雄永不言弃，因为热爱，所以联盟。然后我背了好多。应该大家都在往里走。
球，然后那个小女孩跟那个小女孩，他们也想跟他们一起，我跟他们怎么，我不敢，我比较怂，我很怂的。哎，采访一下。这是英雄联盟的音乐，我之前经常听的，他们有开玩笑，就是说，其实英雄联盟不是做游戏的，是做音乐的。我也没认识的。里面不能排队啊，里面没人。不好意思，见过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进来了。我们进来了，现在要接受安检。知道入口了，从正门进入。谢谢谢谢，让一下。别走了，好，谢谢。金克斯的鱼骨头。
RNG 啊，这个得撕票根。头，假装自己投了。非常多的人，真的是很多的人。我们先往，这是哪边？我现在是在被带着走，有引路，对我。哇，我看到那场，我不过啊，我看到那里面就整体灯光是蓝色调的，但我刚刚只放了一眼，我打算放第二眼。盲僧是玩的最烂的英雄，我从来没有一个英雄能玩得这么烂。我跟他合照一下，你说我跟他合照之后，我会不会玩得好一点？可能不会。这断头台给砍死，EZ EZ 还算是我稍微会玩一点的，因为我平常就喜欢打 ADC， 还会赏金猎人 ADC 中我都算玩他玩的不太好。无仙、孙悟空、寒冰，对于新手来说，我觉得这个英雄大家应该都最熟悉，对，因为大家应该都大部分都是从这个或者格玛下起步的。亚索怎么说，有好有坏是吧？看打的是谁。其实我最就是如果说这一排英雄来说，我玩的最多应该就这两个英雄，凯特琳跟光辉，对，就是我比较喜欢玩的，特别是光辉。我的光辉虽然说就是不是特别厉害，但是人还是能杀的，就是每次放大感觉就是偷个蓝爸爸呀，偷个龙啊，然后时不时的就是看着别人残血了，然后就因为打光辉就喜欢看周围的附近有哪个残血可以收的。阿迪，是什么？来荔枝录制你的专属声音名片。谢谢，能稍微往这边吗？看不懂。介绍一下吧。这是我们荔枝的声音明信片。你可以体验一个这个机子，然后你可以录一段60秒的话，拿这个麦克风，然后它就会生成一个二维码在上面，然后别人扫这二维码就听见你刚录的声音。哦，这样。对，点一下。对，这个说。对。点开始录音，等一下。RNG IG 决赛加油，然后 LPL 加油，然后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好了，结束，我说不出来了。对，你点马上打印就可以打印，马上打印，上传录音，还能上传，稍微等一下。阿里30秒后，阿里也算是我原来玩的挺高的一个英雄，然后后面就越玩越菜了，就一出去就被人杀，然后你的明信片出来了。哦，对，这是我的二维码，不给你们。这截图截。
毁于一旦，因为它有延迟，选了个红色，奇迹中国服，手机支架。让你直播间的朋友拿去。LP 都有给 LP， 但没有其他写的了。加油！这样就行了吗？好，我去邮寄了。丢进去了，我已扔进去了，他能寄给 LP 了。LPL 这个范围有点大呀，那就你们看着办。好的，哎，我看到了饭和 Zero， 玩家为7周年画的作品在我们这边墙上。哇哦，这是他们画的吗？都是我们资深玩家的作品。
对于我一个手残党来说，我觉得真厉害，而且我觉得画很形象呀，就一看就知道是谁，盲僧、金克斯、维恩，这种就是没有脸你也知道他是谁。这应该是电玩皮肤，因为他们之前的电玩皮肤，然后画成了 Q 版。这应该就是那个，哎呀，皮神之法官对。手毛在这儿，来看一下。哇，我喜欢这张，我特别喜欢这张，觉得它好酷啊！这应该就是召唤师吧？这就是我，怪酷的。麻辣香锅，好形象呀！这个真的好形象。情侣，我情侣，我
觉得情侣这种英雄的话呢，我觉得女生应该都能玩得很好，但是我就属于那种玩得很差的。现在是走到哪儿了呀？我又要走晕了。这里面这个场馆真的好大哦，真的好大哦。现在不知道我走到哪儿。哦，看到了，这边商城。哎，看到个有趣的东西，我看到他们队服上面套了一个方的那个盒子。哇，好多人啊！玩家选的人气最高的七个，然后这次会半价，但是每人只能买一个。啊，人气最高的，对，不要，你要要不要给你？人气最高的居然没有我们金克斯。我们新款的金克斯才出来，这个是我们金克斯。第一页就是，这是我们才出来的金克斯，这个。啊，对，它成黄毛了。奥德赛金克斯，对，新皮肤也有。哎哈喽哈喽，这边由周边商城的店长再给你介绍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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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简单看一下，这次的话我们主要会售卖两款产品，是神秘绷带和神秘的盒子。这些产品的话，它是里面必定包含了一款手办，然后还有一个毛绒玩偶，然后的话这款里面可能还会额外增加一件 T 恤，它这个就是有一些随机性的，会除了我们现在在售的一些比较好的产品以外，它可能会有我们曾经在线销售的一些限定款产品，就是很稀有的，没有了，对，就是比较稀有的产品。你的运气一向没有这么好，这也不一定啊，你可以来尝试一下，讲我跟你说，对。然后再有的话就是，我们这次带来的也是在之前在线上会售卖的比较好的一些，提莫，对，就是提莫队长，一些比较好的手办。这是我们的心之守护者。对，这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今年在线上举办了一个活动，然后就是说，让玩家来选，觉得他们心目中他们很喜欢的一些手办或者毛绒玩偶，然后我们可以给到一定的福利，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一次线下活动的时候就全部打对折，打五折，哎，就可以给到他们。再有的话，这个就是我们和方口合作的这个一整个系列的手办。系列手办。对，这是一个比较大型的雕塑，可以给一些就是怎么说，就是比较资深的一些玩家，还有这种兴趣爱好啊，可以收集这些产品。我喜欢这个这个帽子，提莫帽子。是，这边的话就是一些毛绒玩偶，其实这些都是线上，包括这顶提莫帽子的话，是在我们其实在各种赛事当中，它都是很受现场的观众喜欢的一款。对，我觉得它好可爱。这个是铠甲去了夹克。对，夹克这件话其实就是今年我们的 RNG 战队，它是对第二次在 MSI 的赛场上拿为中 LPL 拿到了一个冠军，然后我们跟他们合作设计的一款。看一下，我想买这顶帽子。好，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，应该很快。这顶帽子太可爱了。神秘盒子赠品，是买神秘盒子。对，我
我们现场的话也会有一些活动，是比如说你买满了399元的话，他会额外的送你一款手办。对，就是价值150元的手办。对，然后你买的更多一点的话，多好的福利！如果你买的东西更多一点的话，当心，可能会就是说我们额外的会赠送一款是在 MSI 期间我们做的一款征服。征服，对，当时是为 RNG 战队准备的。给拿一个，多好的东西，赶快，心动不如赶快行动，来买吧。今天正好是决赛，所以现场的玩家其实还是非常热情的。对，今天人好多，我刚刚看到就是这一圈人特别多。我马上就等到，马上就排到我们了。好的。限定。抱歉，明天来吧。刚刚问还有的。明天我再给你确认。你说哪个口要排队？所有都要排队。对。哇，这个是跟线上已经没有了。对对对，说呀，明天再来，明天来。是我明天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。现在拍摄要拍摄，不是拍摄，是礼。这是最后一个人。太感动了，出吧。就必须得说他要停不了，就跟那个邮局一样。帽子我来啊，可以，我们好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可能因为现场可能的确人比较多，然后我们可以稍晚在那个操作嘛，然后我们直接就先把东西给你这边。谢谢。然后抱着他就这么走了，这边不撒手，对，这边走。我原来在玩那个大乱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每次用那个甜食，尽管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甜甜圈到底有什么用，但每一次我只知道我按了它过后，那个魂螺就会跟着我跑。我觉得虽然是因为我很少打大乱斗，然后我知道我当时就是按了那个四，就是平常是用，就是用来什么？比如说有次，好的，地图是吧？然后我当时知道当时在说，哇，搬啦！欢迎光临，我可以进来哦。那边的西装我们也可以试穿一下。哦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来，你先坐，先把它放一会儿，你还乖乖待在这儿一会儿。这个吗？可以，都可以。都可以。RNG。这一款就是今年RNG MSI 夺冠之后，我们合作设计的冠军。冠军服。对。我穿着，我就是冠军。原来是这种感觉，我感觉我要出征了。可以再看一下，之前红色的是 RNG 战队在出征之前我们为他们准备的这一件，其实也可以算作就是战袍了。好酷啊，这两件都好酷，我能试一下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我居然要穿XL 的号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里面这件衣服好大，里面得拆开。
心动不如赶快行动。我真的很像那种电视购物。我以为我刚刚是那波队伍是扫尾巴的，后面发现不是啊，居然后面没有这么多人。就这样，我就觉得人都已经够多了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。
办的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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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巨盛大盛大。哎，我看不到我自己现在什么样子，万一我给你帽子戴歪了，多丑呀！现在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欢迎收看由天生无人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特约赞助的 OB 一项。大家好，我是 LK 本尼。本期的 OB 一项，我们要着重看的一场比赛是 LK 下一季赛季后赛第二局 GPG 对阵 PX 第三局比赛的比赛挑战。可以 ，JDG 眼看就输掉这波，不会说话哎。安吉纳索的一波操作成功将挑战逆转，让我们来欣赏一下。安吉，首先无脑支持，无脑支持安吉，无脑支持安吉。双方阵容，那我也安吉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两个队我都支持。输出英雄打伤害，我也要坐下来看。没有，半局没坐下来。都是刘雯。哇，他把这金给输给他。它中间是有一个虚拟峡谷吗？有个龙虾和瑞斯来到世界的三分分的，一会一个，现在是后面瑞斯的边的，打比赛就会有，打比赛就会升级了。但是亚瑟的传送技能就会有点尴尬。虽然 JDG 阵容有一些击飞技能可以配合亚瑟，但是刚刚说到 FPX 阵容的保护以及千锤大招，亚瑟的瞬间进球很难击杀掉对方英雄。还会让自己陷入一个很危险的境地。游戏时间是20分钟，瑞兹进入了上路继续策马，因为己方丢了多个外塔的技能，加里奥不敢在很靠前的位置处理兵线。这里加里奥看到了中路口，绝杀了对方中路四人小炮团，瑞兹还在上路处理兵线。FPX 想利用这波人数差，我打算就在这坐着。就等到牵手交换路人，不管，对啊，应该我这个位置他们看不到。有大招的牵手，有好的后手，有控制住牵手，加油！加油！给牵手提供一定的减伤能力。九号攻下了一波技能，伤量很高，但是没有击杀掉牵手。亚索并没有看到一个残血的牵手。楼上也有敲这个棒。而且就算击杀掉牵手。加里奥下的积分和卡莎的输出，他们现在是在解说之前的比赛。但是 FPX 这边就
其中那次还是大锅糊调的过程，所以它这个不放大锅的判断是正确的。牛筒交替闪现，获利加油，大锅其实放了，但牛筒仍然没拉开距离，被击飞后飞上去率先被击杀。虽然这里是第一波小范围的打刺，但亚索的风墙很好的保护到了其中一场。小范围的招式在输出对方加油，牛筒在进行的方式安吉加油！太小声了，听不见呢。安吉加油！他们没上来呢。那我就，安吉加油！二安吉加油！于是丢人。不管，我更大声高喊，我一会儿上船，让你们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狮吼。我嗓门可大了。现在几点了呀？2:53，那马上就要开始了。金牌打野麻辣香，香锅弄鸡心。哇，看他们这些写的应援牌的词，都感觉好有趣。只有。Thank you.
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稍后总决赛见。